的 top 是二十，一点五十九分。我做啲手先。SV 六八，我几多钱冇佢加 SV 六八。CS 五嘅支槍真係比較難用啲。斜視金屬瞄準你消光器，佢假啦。OK， 時間12:00，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。你都知啦，今日係一個三學期都會。先是在學校派發一個成績表，再加攞嗰啲開嗰啲註冊文件，之後就小息，再之後就走去全都會。你想個神父係邊個咧？想問下，我點解冇得求名？我舊年7月11日咧攞成績表，係即係攞埋獎學金，9月6日再攞錢，因為我全級全班第一即係第二三咧。又派發兩張麥當勞券送俾我，哇！似乎有好多個老師想真係離開呢間學校，即係係咪真係有個 RIP 一路即係去進修進得好啲啊？7月11日，前年嘅7月11日咯，我拍咗兩次成龍計劃，不過係 CTE 嚟嘅。但今日嘅 BL1 只係拍到1小時41分啫，因為臨尾有嘢做，停喺度唔喐，跟住俾人釘走咗俾人。係，嗱今日星期二。今天7月10日咧，就係每日星期一5:20都會有哆啦 A 夢播噶。後屘我睇5:20，咦？嗰、那個唔係哆啦 A 夢嘅咩咩忍者小靈精定係咩小精靈定小靈精？點解冇哆啦 A 夢播啊？話時話哆啦 A 夢又完咗啊！哇！得啖笑咧，咩咪維持成個2017年咩？2016就冇，但係2016嘅7月幾號開始有。相反應該現在有沒有這次了，反斗車王3就在後日播了。我看那個再看個預告片的時候，沒有個 dislike 多了很多，因為他覺得最後真的很難。 你知不知道最後閃電王麥昆完全不是靠自己實力去贏黑旋風，而是他覺得他是捏不贏，所以就要求小姜代替他出場，所以就令到他贏。簡單啫。7月8日我就話入到 GPS， 到今天11:50頭先11:40嗰陣咧，嘗試多次，後屘成功喎，入到喎。咁多嘢嘅地圖，相反唔知邊張圖係我地呢，況且又冇寫個組名喎。冇寫組名又唔知我地嗰個喺邊。雖然之前就話時空盡廢，即係放棄又唔穩，其實實際上我已經冇睇過 GPS 好多日啦，已經差唔多一個禮拜嘅。咪已經一個禮拜冇睇過，認真揾唔到個模，我真係自然放棄。邊度有一次 MVP 咧？還是試音冇啩？咩 Mountain Jet？
啊，7月11號今日可以話中三最後一天，大家同所有人見面咧，會有幾年變咗分享，不過啲年太多啦。復仇計劃就唔知道會唔會嘅，諗下先啦。我話歷嚟發生嗰啲嘢都會 cut 嘅，不過就聽日先啦。聽日都試有啲少少忙嘅。下個星期一，即係7月16、17號咧，佢話會有雙個颱風殺到，雙颱風啊，兩個颱風。但係打唔殺唔殺到嚟啊，真係唔知喎。佢最緊要就唔想補課，仲要補一個半鐘啊 ，DSE 啲嘢英文，即係帶個書包去嘅，即係唔好要揸住啲嘢醜醜怪。但係真係可以唔帶書包，但係如果有好多嘢，即係手拎，冇事啊。係，OK， 我喺你呢邊啊。就在度，我之前就預報過咧，八月有五日係唔會喺香港嘅喎，即係話冇拍片啦，好簡單，冇拍片。去邊？你第五日先知啊，起碼都第五日。我之前講咗啊，但係唔會咩咁快講喎。嗰度有 WiFi 嘅喎，唔好似中國大陸咁一啲 WiFi 都冇。上次肇慶嗰件事咧，你都知啦，1月23號肇慶，1月21、22號肇慶，趁住慶新年咯，個個喺度放煙花炮仗，砰砰砰，好似爆炸咁樣。依時係個放炸彈襲擊，係啊，嗰時係新年之前嗰幾日，趁新年咯，喺大陸不停咁放炮仗，我都玩炮仗炸斷隻手先。再加上嗰度咧，係基本上上唔到網嘅。嗱 ，Facebook 係真係上到網，不過相反啲 Facebook 嗰啲貼文係已經係好耐之前，幾日之前，即係佢唔會 upload WhatsApp 咧。人哋試下 send 俾你，但係你係收唔到喎。即係嗰個 WhatsApp 仍然都係琴日有啲前幾日嘅。基本上大陸只可以上一個網站，微博，因為大陸最出名的一個就係微博啊嘛。佢放出啲咩都係微博度放，傾咩偈都係微博度傾，冇手機嘅生活真係好捱得好辛苦啊！你不如試下大陸啊！大陸，我相信中國大陸唔會有 WiFi， 依我所知，絕對唔會有 WiFi 嘅，認真。如果有嘅，真係想知邊度。呢、這個所真係冇，但係有好多餅都係雞嘅，都係雞年啊！雞趁今啲係雞年，所以嗰陣時擺好多雞喺度。但我見我嗰陣時放啲炮仗仔喺雞隔離炸咗嗰時，炸到佢哋驚，跟住走夾唔到嘅。我看这样子就死掉了，我看这样子就死掉了，死咩死？认真，神圣嘅一票入咗 A 班，知喎。但系 C 班我真系打口门 ，A 班啊真系有少少嘢讲，即系仲有啲咩讲先得噶？咁反正今年中山发生过极多嘢，片里面啲嘢都发生过嘅。唉 ，Capital 多聽唔明英文啊，飛機撞死我，
嗱，八月嗰啲唔計，不因為八月嗰啲其實就係中山之時嗰件事。舊年啲片都有噶，就係喺我 Form Two 之前，即係喺呢兩年。Gabriel Dollars 聽唔明英文，跟住飛機撞死我。仲有咩啊？九月23號話純粹加埋喺度係咁狂殺嗰條友5次。但喂，但係點解佢咁耐唔喐？但係相反，佢冇俾人踢走話事喎。之前你如果企喺度企好耐嘅話，個管理員會叮走你噶嘛。但相反，佢又企好耐，佢都唔叮走佢。佢係咪有喐過嘅？我想問下。佢有喐過咩？我唔知道。諗下，真係發生過極多嘢。幾多氣油你知唔知啊？啊！天空跌落嚟，衛星就識掂下佢喎，即係嗰啲天空跌落嚟嗰啲衛星啊，即係其實實際上你係掂唔到佢，因為天空跌落嚟由宇宙天空墜墜落嚟咧，實際上氣温可以。那個衛星的氣温可以高達2000度，2000度，2000，又不是火焰人，點樣掂佢 ？OK， 穩唔穩啦？就試佢。大人之後會比較最中意玩，但相反，地鐵人動嘢嘅死。普通，頂你個肺啊！唔會普通嘅，極難有不過32個，呢個又普通嘅14個啫。一食屎都冇人玩極難嘅。自訂普通，通通都普通。一食屎，種類唔係，嗰個牌。好極難嘅雙法，實際上10幾個雙法，你食屎啊！個個都呢個好似唔入得，呢個德國嘅，德國似都唔入得，跟住當我廿 K 啊！咩 Fun Hardcore Server 3000 Weapon Minis Route。啊！基本上都雙玩隻玩，你哋監獄嘅啫咩？啲屎外係低。OK， 試下呢個點樣？啊，咪即係破機就收兩條契弟啫。睇下佢註解寫啲咩先。One hardcore server. Welcome to spawn. One all weapons. No blue whiteouts. Please no best play.B 三 two B 咩 B 三 block 分 B C E O 分兩粒，中意呢個先話俾玩。80分，60血，每個人嘅生命值。我真係個個都偏僕喺唔同地方，我點睇啊？有時試過偏僕唔同地方。哦，你阿 K 啊！咪食屎啊！哇！做咩啊？我連狗俾 head cable 咧，兩個分黑 call 冇乜重大。
佢死啊！炸唔死啊！碌柒啫 ，C 四真系威力细咗。头先一个都似乌鸦男揾嚟，好似系，真系屎咩？个个都至少四十几个都系地偏颇唔同个地方嘅，以我所知，征服就冇特走，特走一定有。OK， 32个人嘅地铁人道啊！都32個人咯，其餘嗰啲衰話都德國，64個啲德國嚟嘅，德國人被話唔係警告，喂，注意客户耳後端耳關閉連線，請上線後再嚟過，佢成日咁講，成日永遠都係呢一句，試試啫，試試好嘛？俾唔俾用 explode 品啊？上面？真系黐線！喺邊啊？你哋我做乜嘢走廊打滑上？自己搞翻。249兵还是死了。你做几台车上？你的死做几台车？有兩三個唔睇啊，上信標有一個，係咪想我吉爆信標啫嘛？一個啊，呢度叫幾個？佢哋成日走嚟走去，不過唔要 M 喎，因為人哋好心可以俾 M 你都唔要。即係寫到幾好笑喎 ！Highway discovered, what moment? Just because I discovered something. 好慘就俾我救，俾你食燒都唔夠人，個個都唔係趴低度 sniper。
摩斯四炸两个，搞笑我觉得，但系如果六十四个仲 good 啊，手指一个门口炸死十数人，但真系冇乜可能噶，啱啱先俾人怼冧咗门救。OK， 搞掂时间，唔知几多分。